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，日本已故演员坂口良子的27岁女儿坂口杏里顶住星二代头衔出道，却因沉迷牛郎店败光家产，只好下海拍 AV， 但销售量惨兮兮，更传出她将改行当脱衣五年的消息。日前她在 IG 贴出宣传照，证实了这项传闻。坂口杏里被曝在穷途末路时看到知名脱衣舞剧场的演出，发现自己或许可以胜任，便主动要求参加，并在本月接受基础舞蹈训练。坂口杏里也在 IG 贴出脱衣舞表演的宣传照，表示将会在下月16至30日与浅草演出，亲自证实了这项消息。在脱衣舞演出前，他也没坚住，接受了神户风俗店的邀约，在本月19日开始20天短暂卖淫，只要提前预约就能以优惠价格享受全套服务，价码分别为60分钟7万日币，约19000台币，90分钟11万一日币，约3万台币，与120分钟15万日币，约4万台币。第一天接客后，坂口杏里便在店家部落格分享心得，表示自己遇到非常温柔的客人，让他心满意足的入睡。坂口杏里脱序行为令人摇头。翻摄自坂口杏里 IG， 坂口杏里下月将改行当脱衣五年。翻摄自坂口杏里 IG， 坂口杏里近日短暂卖淫。翻摄自坂口杏里 IG。